胖胖虎，嗨嗨嗨嗨，来订阅喽！啊，哇，哇，每天都是圣诞节。圣诞老人一定听到了我的愿望。嘿，朋友们，看看我的礼物！哇吼，我太兴奋了！经过长久的等待，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。我好喜欢圣诞节，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呢。是的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圣诞节只有一天，真的太短了。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嘿，到处都是礼物，到处都是礼物。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那天晚上，鲨鱼宝宝写了一封信给圣诞仙子。亲爱的圣诞仙子，我希望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圣诞节，我衷心的希望。哦，啊哈。圣诞节是昨天啊，为什么他们还在唱圣诞歌曲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每天都是圣诞节吗？看看这个，他们看起来非常兴奋，挥舞着手上的圣诞礼物。哇，圣诞仙子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。孩子们每天都可以收到新的礼物，随时吃美味的糖果。毕竟每天都是圣诞节。过了好几天，鲨鱼宝宝和朋友们开始厌倦每天都过圣诞节了。是都因为那些糖果而烂掉了，看看他们。哦，我觉得我吃太多了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到处都是礼物，又来了，派对永不停止。停止吧！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那天晚上，圣诞仙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。亲爱的鲨鱼宝宝，哇哦，圣诞仙子，你喜欢每天都过圣诞节吗？不，我不想要更多的糖果和礼物，我只想要圣诞节结束，就是现在。看来鲨鱼宝宝从这次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呢。当鲨鱼宝宝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不再是圣诞节了。耶，不再是圣诞节了。嘿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12月26号，所以现在不再是圣诞节了，对吧？圣诞节是昨天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笑嘻嘻地回忆着发生的一切，他终于明白快乐的圣诞节只要一天就足够了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房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咯。